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中提琴家陈浩源，在这边诚挚的邀请各位，在2022年的2月11号晚上，一起加入我们的情人节音乐会之爱的之意，邀请你的情人与家人，送给他们一个与众不同的情人节礼物，并一起欣赏这个浪漫的音乐会吧。